这种草药对抑制毒蛊好像很有效果，我们不妨试试。 殿下，明香小姐，殿下，属下有要事要禀报。明香，你先回去吧。你要看的书，我一会儿派人给你送过去。飞叶哥哥，你我既是兄妹，还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让妹妹我知道的？我虽能力弱小，但也甘愿为哥哥竭尽全力。 说吧。好，殿下，萧贵妃刺杀清妃，陛下已经把萧妃刺死了。萧贵妃以死相争。正因如此，她对我们确实没有存有异心。现在西修和北利已经结盟，清妃在暗地里对付我们的事情，恐怕早就在悄悄进行了。